两个人的小森林是由虞书欣、张彬彬领衔主演的爱情剧。该剧讲述的是纯靠化妆科技维持精致外表的时尚博主虞美人，想要凭借美貌报复式的追求曾经拒绝她的天才植物学教授庄宇。由张彬彬饰演了男主庄宇，一心科研，对世俗名利和社交都漠不关心，这也无意中伤害了曾经对他有好感的女主。多年后的女主不愿背负压力，转行成为时尚博主，却意外与男主结下梁子。新仇和旧恨同时浮现，女主展开了报复式的追求，却在施展恋爱百计的过程中沦陷了。萌甜的网红少女面对高冷寡欲的教授，上演了一场甜蜜爆笑的爱情故事。该剧还在制作阶段，待后续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再另外介绍。我们下一部视频再见。